哎，刚才那女的是谁哦？我的 XL。她好像很美这样哦，那腿比我还要细，然后而且很白这样哦。是啦。最重要，她胸部比我还要大哎。还好啦，大爆哪里去啊？还有啊，她旁边那男的比你还要帅耶。你冲动，你生气噻？哎呦，生气了。刚刚那个女的是谁哦？没有，我的 X 来的。哇，这样她对你很不错咯。没有啦，他对谁都是笑笑这样的。这样你了解他咯。X 嘛，我也是很了解你啊。我看你了解他多过了解我咯。没有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生气。都 X 了，都没有联络好了，是不是？要讲啊。不要生气啦。哇，你的 X 他真的很美一下嘞。没有啦，你比较美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人很 nice 一下哎。Nice 就不会分了啦。可能是你自己的眼光不好咯。你吃醋噻？我什么时候吃过醋哦？喝水啦你。喂，怎么刚才跟你这样笑的哦？没有啦，分了也不用脸臭臭嘛 ，steady 嘛。这样就说我不够 steady 咯？没有，不是。这样我问你哦，谁比较厉害做家务？你。炒菜呢？你。炒饭呢？哪一种炒饭？没有，一定是你啦！我这样爱你，我是爱你罢了，是不是？是没？不要生气啦，来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哎，刚才你跟那个 bitch 有说有笑，感情很好，这样哦？没有啊，只是打招呼好吗？又没有讲什么东西。打招呼，你整个本身就好像要跟人家去约炮这样，有谁看不出来哦？没有这样过分啊！不要讲，我们分手。这样过分了。喂，我看你刚刚那个表现，根本就是没有忘记他喽。没有啊，我那有没有忘记啊？你跟他笑，你还跟他点头，还讲没有？我都没有跟他讲话。你们整个就很有默契这样咯。什么默契？你不要生气先。什么默契？你跟他笑，他跟你笑。不要这样，真的没有。不要动我，你去动他，你去动他。我不是啊，你是我女朋友啊。哎，你知道刚刚是谁来的吗？谁哦？我的 X 来了 ，OK 哦。OK 啊，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没有什么啦。起来了。我的 X 哦。妈的，还在试看看，我一把给他撕啊！吃什么醋？喝水了，喝水了。哇，她很漂亮呢。没有啦，她以前比较漂亮，可是现在已经。再讲多一次。她对你比较温柔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喂呀。不是真的。真的？你比较真的，你比较温柔。可以帮我打那个计程车。哈，这么严重啊？哎，你的 X 哦。是啊。这个对吗？嗯，你懂了没？哦。这也不弄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走了走了，去吃东西。你们和平分手哦？算是啦，可是也不是什么仇人啊。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嘛，所以就这样哦。OK OK。Hello。啊，你今晚带我出去玩哦。OK 了 ，OK， 拜拜。是的。我 yes 哦，都没有什么嘛，又不是仇人。哇，那个就是你的 X 啊，整个 B 江哦，你看他的下巴肥肉都出来了哦，你以前的眼光很烂哦。Hello， 他真人丑就算了哦，照片还要丑到这样，可怜咯你以前。怎么你怎么没有讲话？没有咯，没有事哦。哎呦，都已经是 X 了，是不是？那你爱我吗？当然是爱你咯，不要想太多啦，是不是？好像在我心目中都没有什么东西了，现在你是你最重要的。You are my only one， 你懂吗？现在。可是你跟他笑我。我难受哦。想哭。为什么你没有说出这样的话？不想讲。不要讲啊，真的。X 罢了，你也是 X 吗？是不是？那是你跟你的 X 点头哎。没有。Bitch。
对。出不了要看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如果对我刚刚使用的保温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淘宝双十一期间点接连接查看，另外使用马来西亚网银支付满300 RM 300哦，返 RM 30。另外，新马的朋友在活动期间领官方物流红包，首充0元起哦。马来西亚额外加码专享海运299减50，还不赶快去买吗？